大家使用本公司最新推出的 Q0 塑纤仪，它将声、电、光、呼气压完美的结合在一起，是一款高安全的专业报纸纤体仪器。仪器由机身三大功能手柄组成，滚轴疏通头、波浪形机械滚轴加射频加呼气压三大技术，针对大面积部位操作，纤体排毒效果极佳，仿人手按摩更舒适。强声波报纸头，强声波加射频加呼气压三大技术，针对腹、背、臀、腿脂肪面积较大部位使用，报纸提升同时进行，局部加强头。射频加905软激光加呼气压三大技术，巩固效果，同时改善妊娠纹、肥胖纹、美白肌肤。现在开始仪器界面介绍。经过起始界面，仪器会进入一个主界面，主界面有三种探头模式可以选择：强声波报纸头、滚轴疏通头、局部加强头。双击进入所选模式，首先进入强声波报纸头模式。强声波振动幅度设定最小0最大10，强声波振动速度设定最小0最大10，强声波振动强度设定最小0最大20，射频能量设定最小0最大20，呼气压大小最小0最大20，通过点击上下来递增递减。数控韵律呼气压模式，棉吸韵律、2秒韵律、1秒韵律、1/2秒韵律、1/3秒韵律、1/4秒韵律。脉冲输出状态，仪器工作状态，时间最小3最大60，通过点击左右来递增递减。开始结束，返回上一页。现在进入滚轴疏通头模式，双击进入，射频能量最小0最大20，呼气压大小最小0最大20，通过点击上下来递增递减。输控韵律呼气压模式，连续韵律、2秒韵律、1秒韵律、1/2秒韵律、1/3秒韵律、1/4秒韵律。仪器工作状态，时间最小3最大60，通过点击左右来递增递减。开始停止，返回上一页。现在进入局部加强头模式，双击进入，雷射能量最小0最大20，射频能量最小0最大20，呼气压大小最小0最大20，通过点击上下来递增递减。数控韵律呼气压模式，连续韵律、2秒韵律、1秒韵律、1/2秒韵律、
三分之一秒韵律，四分之一秒韵律。仪器工作状态，时间，最小三，最大六十，通过点击左右来递增递减。开始，结束，返回上一页。仪器连接方法，连接探头，将探头接口插入对应孔内，插紧即可。连接电源线，按下红色开机按钮。现在开始肩部仪器操作，待肩部清洁干净之后，消毒所需用到的操作手柄，均匀涂抹产品。肩部手法分三个，一，来回滑大板筋，二，大椎部分打圈，三，走肩胛骨缝。现在开始示范，来回滑大板筋。
现。步步拧麻花。开始示范强声波抱指头。强声波抱指头只操作于指缝垫后部位，腹部向耻骨连续滑动。手臂打圈，手臂横向滑行，手肘向肩部直线提升。
向臀部直线提升。腿部打圈。横向滑行，强声波抱指头，只操作脂肪较厚的位置，以此动作重复即可。现在开始面部提升排毒，待皮肤清洁干净之后，消毒所需用到的操作手柄，均匀涂抹产品，手法为沿皮肤纹理一线一线往上提升。现在开始示范。防滑圈、螺丝防滑圈、保险丝。仪器清洁方法：仪器使用后，用湿毛巾蘸泡沫液对仪器探头进行清洗，将探头孔内的残留产品用棉签清洁干净，用干毛巾或棉片擦拭一遍后，用酒精消毒。更换过滤芯时，将过滤芯取下更换即可，并保持